大家怎么还不下班？在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你怎么还有上下班的概念？嗯，不行啊，我再不走，怕是来不及了。 上个厕所。哎呀，顾总，女孩子的事情就不要多问了嘛。杰哥，一会儿你把东西都还给我发过来。行吧。你哪能划不来？你需要再想想。到了休息，下班吧啊。哎。